首先打开梦想工作室，关键字贴上去算图。哇、哦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是谁嘞，有一点像某一个人哦。摩托车后面那个是洗澡。这对岸的吧，赶快闪，换下一个。好，我是飞哥，这次我找了十几个 AI 工具，请他们画台湾2024的总统。不过因为这个目前还没有答案，所以会画出什么我也不知道。然后我们会用一个最简单的题词 ,2024 台湾 President, 来看看他们到底会画出什么。不过这边要先声明一下，因为我们不清楚 AI 它参考的资料是什么，或是从哪边去捞资料的，所以画出来的基本上是 AI 它自己的想象。然后每一家可能画出来都不太一样，所以画出来的结果是不具有参考价值的，给大家当作娱乐，不要做过度的联想或猜测。OK, 首先打开这个是日本的梦想工作室，关键字贴上去算图。其实我是蛮期待看他会不会直接跑出个什么熟悉的角色之类的，看他会不会乱猜然后猜对。OK, 算出来了，怎么有兵马俑了？这个头也太秃了吧，这个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像某个人呢。OK, 旁边是来乱的。这好像是小樱吧，旁边的脸好怪。OK, 我们再算一次看看，再一次。哇、哦、这个也是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是谁嘞，有一点像某一个人哦。一一守卫版。啊，怎么会有机器人？这个是盔甲吧？摩托车，不过这个是车祸嘛，脚都夹到摩托车了。后面那个是洗澡，这对岸的吧？赶快闪，换下一个，再来下一个，来试试这个 photo, 不知道是中国还是美国的，还打折，这个我没用过，第一次用。2024，然后贴上2024，来告诉我总统是谁，其他不改。不用风格，好，开始。一直有广告哎、欸。啊，怎么跟刚那个那么像？白头发又是这个人，白头发的，可是这个有点像韩国人了，可是又有一点像那个江泽民，笑成这样。哎、欸，可以下载抓回来好了。再来，这个是 OpenAI 的 GPT 的那个公司。OK, 我们贴上题词算图啊。那怎么是这种卡通的？不行，要加一下细节修正的，增加一下细节。A few moments later. OK, 再来一次。啊，怎么变成 3D? 这没救了。哇、哦、这是应该是石头人了。感觉是没救了，换下一家。再来，这个是 Web UI,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电脑里面装的，它这个是开源的，可以自己装在自己的电脑里面。OK, 然后我们什么都不设定，我们就用最原始的去生成，然后贴上题词，然后我改个尺寸就好了，改成直视的，哦，细节加一点好了。好，开始了，好，来算图吧。这是李登辉吧？还穿女装，太扯了吧！再一次，乱七八糟。哇、哦，这又是什么？这脸已经坏掉了，奇怪啊！感觉太长了，用个比较宽一点好了。好，再生成一次，变成101。再一次。为什么又是机器人？是要战斗、哦，而且这个脸怎么好像有点东西哦？这个脸，好了，最后一次，再一次，最后一次就好了。哇、哦，又是这种 Q 版的啊！下一个，换一下。再来，这个是澳洲的里昂纳多。OK, 我们来贴上题词 ：2024 台湾 President, 其他的不改。好，来算图。OK, 出来了。哇、哦！这啊，怎么戴了墨镜？还蛮精细的，但是怎么是戴墨镜的？路人很多哦。后面这个一堆戴白帽子的人，不错啊，很细致哎。而且感觉都是同一个人哎。不行，一定要叫他把这个墨镜拿掉，要不然我哪看得出来是谁？复制一下翻译。
增加一下否定提词，这样就不会有墨镜了。OK， 再来一次。哇，还是刚那个人的样子哎，只是没有戴眼镜。照理说应该是可以戴眼镜，是不要戴墨镜，应该下错了。可以戴眼镜，不要墨镜。再来一次好了。可以等待的同时看一下刚的，还蛮帅的哦。很严肃的感觉，有点凶的感觉，感觉要去打架了。这个应该是吃到蔡英文的脸了吧？蔡英文的脸跟不知道谁的身体综合体。刚那个好了，他怎么变这样子？这是卫生棉吗？记者会，这个眼睛怎么会那样子啊？印第安人又戴墨镜了，到底是多喜欢墨镜？OK， 再来这个是吐司 AI 大陆前几名的，只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不会让我画，因为他这个有锁关键字的。不过没差，我们试看看好了。OK， 用最简单的就好了，把多余的都拿掉，然后这个高清也关掉。OK， 用最简单的就好了。OK， 我们来算看看，用低配版就好了。哦，果然啊，不行，我们换其他名词，同义词看看，问一下 GPT 还有没有其他同义词的英文。OK，GPT 给了其他的答案，我们存起来一个一个试看看好了，一个一个贴看哪一个会过。OK， 试试国家元首。不行，再一个，换成执行长。一样不行，被锁了，换成总司令，台湾总司令。可以耶，总司令可以画，再跑了。要怎么这样子？感觉还是坏掉了，重刷一下。出来了。这不是刚那个人吗？只是这个很像民国时期的民国队长，戴那个头盔。看一下另外一个，感觉这个人一直跑出来，很奇怪。我这衣服也太帅了啦。不愧是总司令，台铁总司令。好，换那个首席裁判官看看。我第一次听到有什么首席裁判官呢？刚是错字呢，两个字念在一起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所以刚可以画是因为错字啦，然后他有改错字的能力，所以成功通过了。不行啊，果然啊，换政府首脑看看。不行。执行领导试试，执行领导应该可以了吧？一样太扯了吧？把那个 president 用错字应该就可以了吧？他会自己改错字啊？可以耶，再跑了，成功绕过限制，出来了，所以我一定要打错字他才会画就对了，所以故意打错字是可以的啦，所以就故意打错字就好了。这个图非常的卡，感觉还是刚那个人只是就是又把眼镜拿掉这样子。他是不是算到那个啊？因为刚才我叫他脱眼镜，他第二次就脱眼镜了，都是第二次就没戴眼镜了。这个脖子怎么会这样子？我可以另外一张看一下。我这个有跑的有点慢哦，图跑到卡住了，有点像之前那个韩国的总统。没关系，换下一个了。再来这个是 Adobe 的，然后我们贴上提示，开始跑。什么是漫画？还有黑人只有一个亚洲人，应该要用那个比较写实的，修改一下。再来一次。这个是证件照吗？还有101衣服怎么会穿这样子的？韩粉。还不错啦，是蛮写实的啦。OK， 来换下一个了。再来这个是台湾的公司啊，就是做那个威力导演的那个公司。OK， 贴上提示，开始生成。这个是小英的吧 ？Q 版的，卡通版的，吃到现任的元素了，可爱版的。再来一次，那这个好像可以打中文。打个台湾新的总统来试看看好了，刚才跑什么？
啊，怎么又是这种的？还转性了，要换性别，绿色背景，可爱风的，男的在后面。好啊，换下一个看看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后面还有好几个 AI 绘图，但是因为我来不及去做剪辑后置了，因为时间已经有点太近了，我就直接说一下最后的结果吧。后来又画了好几家绘图，但是最后都没有得到一个很明确的答案，就是没有那种一看就知道是谁的那种图片，所以其实害我有点难过。不过大家也不用太难过，因为其实再过不久就可以知道答案了。然后也画出了一些感觉蛮崩坏的，各种奇奇怪怪的都有，然后有那种北韩风的。然后别问我为什么提示不要用中华民国 ROC， 因为这两个字的权重太重了，所以一定会跑出某个人出来。然后我也用了一些即时绘图的，一次画了一大堆啊，很多其实还蛮精细的，就是那种大头贴的风格。OK， 好，最后再次强调，这个不算是参考，只供娱乐而已，就是只是画好玩的，所以不用想太多或做一些奇怪的联想，毕竟他们也没有明确的画出某个人。OK， 最后感谢你的收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